事情要从那条手链说起。为了破除霉运，我做了各种尝试，出乎意料的全都失败了。我不信邪，去撞了邪。你别拉我叫原子弹，不是人类。虽说我不是人，但我也不是鬼。原子弹啊！哦，炸弹精，你是河里边蹦出来的？你叫阿凡达吧？那是我老家。许愿精灵。你回来了啊？就剩这一根了。你买这条血亏呀？不是吗？什么命呢？不过还挺好看的，吃棒棒糖吧。精灵，精灵，我是你的主人吗？当然不是。你可是我买回来的。资质平平，不符合我的择偶得主条件。还想跑？没门。来，下面的同学把作业发一下，还有上次的语文考试卷子。咸鱼翻身了。左邻右舍都没我分儿高，坐等被夸。这次作业有个共性问题，统一讲讲。哎，那就忍到他讲完吧。先讲到这儿了，终于讲完了。接下来通知大家一件事情。2周后就是秋季运动会了，我们的口号是提高一分干掉千人。不是这句，刻苦学习。总之呢，大家重在参与。今年新增一个运动项目，乒乓球。要是没人报名的话，咱们班就弃权了哈。总算讲完了，接下来，好，放学吧。老师再见。不是吧，我又这么衰。这个樊小妹还挺
挺记仇，怕我令潘高枝都不带手链出门了。小姑娘藏得挺深嘛。怎么了，小粉？谁欺负你了？炸弹，我怎么这么惨呢？纠正一下，阿蛋。不错呀，头一次考这么好，结果别人更好，老师没表扬。那是挺倒霉的，你还笑话我？我笑你傻，进步了还哭。有心事啊？我5岁那年开始练球，到了5年级已经有7年了。哎呀，小粉，可是上了初中，爸妈就不让我报兴趣班了。放假了玩玩还行，直到……喂，啊，过来一下。看你惹的，宝贝儿，来，妹妹，噔噔噔噔，哇！哎呀，姑娘真不错。小梅啊，上了高中以后啊，就得好好学习了。这个呢，就先让你爸爸保管着，等你考上大学以后，咱们再玩。啊，不是，拿着呀，拿着。小梅啊，爸妈也是为了你好，等你高考完，让你玩个够啊。小梅，等你高考完，
爸爸讲了你不好的，行不行？他会收下的，没收下。小梅，来坐，来坐。哎呀，这次考的还真不错，妈都可高兴了。家长都不懂得劳逸结合吗？懂，可是进了重点高中，谁都不敢放松。那你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？秋季运动会新增了乒乓球。